啊，因為之前咧老婆投訴就係話我太薄切切啦，攬落去冇乜感覺，咁所以我就話好黑的起心肝啦，咁我就去操啦。咁而家佢攬住我嘅時候咧，就啲感覺翻嚟啦。佢中意啲大隻型啲啊？因為我追求佢嘅時候咧，就係、是、比較壯嘅，係啊，咁亦都係一個吸引佢嘅地方啦，可能。但係而家冇咗嘅話，佢又會覺得有啲投訴咯。不過而家都有嘅，就係投訴可能時間少陪咗佢咯。好多時候都係做運動。而家距離個目標仲有幾遠？我諗俾多一年時間我啦，因為我其實我有時，因為我而家同阿繼聰一齊做運動咧，好多時候我哋都會諗，將來如果練到一個好好嘅身形嘅時候咧，希望可以跑個旅遊特輯啦，可以去唔同國家同啲 artist 啊去比較，唔係比較嘅，應該係交流一下啦，係啊咁樣。咁我覺得都幾好賣點。之前佢就同家姐同埋屋企人就去咗北京，就掉低咗你。其實冇嘅，其實我都有去，因為只不過我負責影相、負責帶路、負責做司機啊各方面嘅嘢啦咁樣。咁我將好快啦，好快我就喺網絡上平台上咧發翻張照片，證明我係有去北京嘅。自己都好熟路啦，係咪喺上面做嘢做得多？唔可以話太即係俾佢哋會熟路啲咯，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呢兩三年都係北京嘅即係喺大陸嘅時間比較多啦，所以對各方面都有少少認識。